今天来到故宫南院，这边真的是很宽阔的。其实平日没什么人，你在写作文，真的是非常宽阔呢。但我觉得戴口罩比较漂亮一点。那你以后都全部都戴口罩？太难过了，跟你老公结婚也戴口罩。我们现在在刚前面而已，我们还没走到故宫南院，在最里面那里。我其实之前来过一次，然后它里面的算是比较高科技的，在介绍东西。嗯，就是可能它会跟你互动，它有 VR， 它可以直接看，就是临摹 3D 这样子。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展什么东西。觉得怎样？蛮大的，就还没进去。我说，就外观了。哦，外观蛮漂亮，冷气蛮凉。哇！翠玉白菜。翠玉白菜。胡乱讲。好像是哎。它飘然的。好大。我好。我知道这个东坡肉，不是好不好？是弄形式。哇，还有导览赏心。最喜欢那个肉形式。它真的很细腻。看了的感觉怎么样？活佛，我都要被神化了。你怎么躺这样心意？Peace。开始，你最不想要什么？我不想要橡皮擦。橡皮擦。最想要什么？滑鼠垫。不然的话就是磁铁跟明信片。好，抽。滑鼠垫好可爱。抽。啊，不然这个。赶快走了。书夹。你又没在读书，看一下，就是橡皮擦，橡皮擦，耶、yeah, ，是橡皮擦，是拿去跟，哎，拿去跟他换哦，哦，好强哦，笑着走出来，这滑水垫好可爱，对啊，什么舍得用啊，你一定会用，这个是什么？明信片，明信片，你们知道那是什么龙吗？我听懂。就是一只龙。我们差不多逛完了，要回去。然后我有抽扭蛋，然后他们有买那个包包。觉得这边还蛮好逛的，而且其实小朋友也可以来，不会无聊了。可以玩水。对，而且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地方可以去走走。我讲。这个不是要很烫。不一样。等一下，去我另外地方。玉轩啊。等一下，擦手，等一下。好可惜哦，你要上班，所以不能来了。我在这边跟你讲，这边真的很好逛。冬江不要了。在哪里？冬江很好喝。你有机会再来吧，玉轩。又来了。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外面真的很好。想说爽你妈逼啦，干江心怡。